好。嗯，这个饺子你开始拆。这个要拆下来。嗯，那把这些胶清理掉就好了。嗯。一个胶清理掉，修了之后再把它刷上，先测一下嘛，测好就现在是把它放进去。你后面今天拿回来几斤？那有几个不良的，他平常要拿这里买，拿到门口进去啊，是吧？你看嘛，我平常整天在狗这边洗澡，我这个要刷个半小时，就特意里面烧了水。你给我，你弄个多少？你刷个半子，你不会刷不？对，咱们搞嘛。然后我这教你，别点了。他，你把这放那里是吧？对，他们刷半子。应该是每台都可以刷好。应该有，我现在都装了，应该是会刷。这个你泡的吗？这是好的。连上一次都可以十年期的。我们来开机。那是你，就是你刷好了吗？是不是？没拆的，那机器是你拆的。拆的，没有。